米水，是不是？我的广告话是吗？没事，不敢评价。蔡依林吃一组喝，险招架不住，讲方言被逗乐，连环发魔性笑声。好吃啊！天后蔡依林巡回演唱会来到广西南宁试吃当地美食，其中有一道特色料理让她招架不住。绿豆海带汤。哪里有海带？哦，有海带，很奇怪。好奇怪的味道哦。螺蛳粉，因为歌迷都觉得很好像会觉得它很奇怪。你错了，这超好吃，我很喜欢。非常谢谢你们推荐很多粉给我，好吃。好臭，好喜欢。九令还超认真学南宁话，讲着讲着荒谬到被自己笑翻。吹水、行水、微水是什么？吹水。这发音是对的吗？吹水，吹水，对啊，行水。美水，是不是？我的广东话。哎，佩姐，这里是广西，是吗？没事，不敢评价。乱编，哎呦，一腰。天后台上台下巨大的反差，清明爽朗的笑声也成关注焦点，仿佛观众跟九令之间的距离又更近了些。是不是？好奇怪的味道哦！袋子大，壮族完美，穿上去，我喜欢。